的那个啥猫耳松，八九十十包十包，而且9块9十个，还是嗨之家的，嗨之家的东西都挺好的，还有嗨之家的酸辣粉，你们应该也吃过，挺好吃的。这个是嗨之家的那个猫耳松。真好吃。挺好吃的，过年的时候你家里来亲戚了，你就放在盘子里边，就过年走亲戚的时候别人去你家里边不都整那种果盘吗啥的，你就把这一点开然后放在那里边盘子里。下面全是芝麻。